如各位所知，我恒月宗诞生了一位史上罕见、比玄灵之体还要强大的九成龙魂宿主，他的潜力不可估量，也定能带领恒月走向千年不衰的辉煌。因此，本尊提议，立尹志远为新任圣子，将来执掌恒月。老祖英明。 九成宿主正是下任掌教不二之选。九成宿主做圣子，确实够资格。既然诸位都同意，那我不同意。做圣子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，还有眼界、胸襟和魄力。而这三点，那尹志远一点都没长。相比他而言， 徒儿认为玉女峰的叶晨更加合适。叶晨，不过一受了道伤的普通弟子，他能跟九成契合都的宿主相比？我现在倒是有些怀疑你作为掌教的眼界了。我同意同玄师兄的观点，九成契合都的宿主无限接近完美契合，乃是逆天的存在，没人比他更适合成为圣子。 叶晨就算没受到伤，也不如九成宿主。他们已经被九成宿主这个名头冲昏了头脑，多说无益。那就决定了，尹志远为圣子，传尹志远入殿。 会使玄术了，天赋不可小觑，你这徒弟收的值当。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总不能有损师傅颜面吧？这个钟声，看来大殿那边选出圣子了。这个时机，八成是选了那尹志远。怎么了？他才选为龙魂宿主，便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你出手，当了圣子。 我得变本加厉对付你。<笑>这有何惧？我才不怕他。那，如果师父还是担心，我们不妨先避疾风吧，躲一躲他好了。正好这几天是人界的七夕，不如我们带上虎娃夕颜下山去耍耍。叶晨，这节日可有什么讲究？这是。 七夕佳日，赠你心爱之人。叶志远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什么？我本圣子的好事，为了你。 本圣子允许你抬头了，住手！哼，从前老子就想揍你们这帮真传弟子，今天就从废了你开始。叶晨。 你这是修为恢复了，司徒南，尹志远，你该死！就凭你，叶晨，我要你命！ Thank you.
那是叶辰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万箭朝东！你怎么到恒月宗来了？我是来向你拜师的。你在赵国的时候说过，只要我想通了，就可以拜你为师。我现在下定决心了，我要拜你为师，修仙入道，得到守护黎民百姓的力量。请收下夕颜吧，师父。那，修炼之途，满是荆棘。修士除了修为，更要修一颗无所畏惧的道心。夕颜，你可真有觉悟了。师父，夕颜不怕任何困难。师父，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你看要不要多个徒孙？这小姑娘水灵灵的，倒挺惹人喜爱，我准许了。好，你这徒弟我收了。谢谢师父。那事不宜迟，来主屋里，待我为你洗净法脉，打通灵窍。忍住，只有打通灵窍，开拓丹田，才能踏上修为之道。一股气融入身体里。你做得不错，灵窍已经打通了。那我现在就可以修炼了。是啊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这是恒月宗的卷宗，记载了一些入门心法，你先熟悉一下，有助日后修为。明白了师父，夕颜会用心学习的。弟子尹志远参见老祖。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不知真人唤弟子所为何事？今日在地宫之中，本尊见你与叶辰似乎有些不快。老祖明鉴，是那叶辰不守恒月规则，屡次挑衅。此子行事极端，想必你心中积了不少怨气，可想报仇解恨。还请老祖为弟子讨回公道，弟子愿效犬马之劳。是吗？尹志远已经加入通玄一派，只是没想到竟让那尹志远成了九成龙魂宿主，这恐怕对我宗不利。不必担心，我手中给出的东西岂会没有准备？